小雅，啊，快点快点，我给你摘花了。什么花？这个花香的，好香啊！这个花，我看看。来，闻一下。好，这个花好香啊。嗯，真的香。这样很香。这样就像个村姑了。村姑是吧？对。嗯。那放这儿。对。香水全都省了。嗯，今天要干嘛？去修房子。爸刚刚叫我说，去看看我们家后面的房子，房子都垮掉了，那个瓦。房子垮？对呀、啊。去看一下。走走走。你看嘛，小雅，咱们家这房子没人住，都变成这样了。还是好的呀。哪里好啊？都坏成这样了，好可惜啊。坏的话你就修呗。赶紧来，一起做。好。是不是？没有地震。那为什么这里垮烂了呢？这样就是聪明。它时间长了，宝贝儿，长时间漏雨、哦，对，长时间没人在家，没人陪修，没人照顾，一下雨吧，它就打湿，时间长，那个木头就腐烂了，所以就坏掉了。知道了呗？嗯，知道了吗？嗯，那你可以帮帮老爷啊，帮忙啊，就这个不可以进去、啊。可以啊，你去捡砖头，走，我们捡砖头去，走。哇，这里全是南瓜哈、哦。要砸了吼、哦。这两个。这后头。爷，我割了嘞，不割你根本走都走不得。那南瓜煮了好吃的很，昨天跟人说一个。嗯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这个就不要摘了，这个让它再变老。嗯，这个不要摘了是吧？嗯，这个老了吗？老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再来一个。我也是干活去了。好，刘小姐，小姐，先把这里清理干净。现在买这种瓦都不好买啊，都不知道怎么修的，反正。